和惠文公的城隍爷，他的官阶比较高，所以呢，必须我们新竹州城隍庙的阴阳师公必须要来啊拜会我们草屯城隍庙。来，我们现场各位好朋友，现在右手边我们看到了草屯惠文公的六将哦，都已经在中山北门街口在那边等待哦。现在这个仪式呢，是草屯惠文公的六将正准备要来接驾我们新竹都城隍庙的城隍公爷，要来回驾啊！啊，大家再细细的来观看，谢谢。果然就是不一样，我很乖。